美国劳工不过五一节。美国人第一次庆祝劳工节，在一八八二年九月初。美国人为什么不过五一节？说来话长。一八八六年五月一日，美国芝加哥市发生了三十五万人的大罢工，要求实行八小时工作制。五月四日，工会继续在甘草市广场举行群众大会。 无政府主义者投掷炸弹，酿成惨案，有多人死伤。这件事影响到欧洲。一八八九年，共产主义组织第二国际在巴黎成立，把五月一日定为国际劳工节，以纪念芝加哥大罢工，宣扬阶级斗争。推手恩格斯写道：“欧美无产阶级正在检阅自己第一次行动起来的战斗力量。” 他的基本的精神其实是阶级对立、你死我活的斗争，于是呢，就有暴力的出现了。其实背后呢，就是他不承认每个人都是有罪的，他总是要想象出有一部分人是正确的、无罪的、先进的阶级，他有权利实行对人类的拯救，那么对另一部分阶级实行镇压和剥夺啊，这是五一劳动节的前提哈、啊。但美国工人运动并没有按照马克思指导的方向走。 当时最有影响的劳工领袖贡帕斯不赞成激进革命，他主张工人们应参与民主选举，用支持或反对某位候选人的方式来维护劳工权益。在美国民主程序中，它背后的基本精神呢？我们都是神创的，所以呢，都是平等的。我们都是罪人，在这个共存中能够彼此节制，通过协商的道路。 达成一个协议性的共存，弱势阶层的利益得到了表达，同时呢，也不以斗争和暴力的形式对别人实施消灭和剥夺。一八九四年，当总统克利夫兰签署劳工节法律时，特意要与共产主义甘草市场暴乱的无政府主义区别开，所以定在九月初。美国的劳工节总是以合家团聚、野餐、烤肉。 出门旅行的方式结束夏季。其实呢，这个人间的制度没有完善的哈，而美国呢，只是相对的来说，你看到的是祥和，最后变成了一个全民休息，然后全民庆祝的节日，标明了那个共存和契约的实现。而法国的五一节似乎总摆脱不了打砸抢的暴力行动。二零一九年五月一日的巴黎街头，如同往年一样，又是烽烟四起，一片狼藉。 法国人托克维尔在一百七十年前曾说：“几乎整个欧洲都被革命弄得天翻地覆，而美国却没有发生这样的动乱。在那里，个人财产受到保护大于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无政府主义也同专制主义一样，依然没有市场。”一百多年的历史证明了克利夫兰总统和公帕斯的远见。 美国人有着以辛勤工作实现梦想的传统，这来源于深厚的基督信仰，相信圣经的教导。辛劳工作，生活无忧；终日闲谈，必然穷困。美国人追求机会的平等，发挥自己的能力，创造幸福生活。这使得鼓吹暴力革命、平分富人财产的马克思主义风行了一阵后就奄奄一息了。一九二九年。 美国爆发经济危机，大批工人失业。一九三九年，罗斯福政府开始使用食品券帮助贫困人群。一九六四年，成为永久计划。二零一三年，美国的贫困线标准：三口之家每年收入低于一万九千三百八十七美元都有资格申请食品券。任何福利制度都有漏洞可钻，有些人自己用不了就拿去倒卖。 也有人谎报资料冒领食品券，不少人指出，丰厚的食品券福利培养了大批懒汉，他们宁愿靠补助生活，也不愿意去工作。二零一八年，美国失业率降到百分之三点八，但仍有四千万人在领取食品券，他们都是没有工作能力的吗？ 美国人素来以勤劳而自豪。自1776年独立后，只用了一百五十多年就建设成世界最强盛的国家。先民们各尽所能，埋头苦干，是最根本的秘诀。每天一点点，世界大改变。